救急不救穷，万物皆可当。我们也收过那个古琴，也收过乒乓牌。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被当初帮忙过的人都不会讲，不会提。从8%到36%、48%，多少才是合理的当铺利率？8月18号周三晚间10点，公视13频道《鼓励特派员当铺生意经》。